很紧很紧张耶。哎，有就是今天要请，哎，今就是我有斜边那个就是要硕士的论文，啊，要毕业的时候要用。对，我有调查过，现在用 GDP 做题目的论文，还没有很多了。比如说台湾硕博士的那个价值系统，还收集不到这样。然后用 Google 的学术搜寻，然后有搜寻到政大，还有暨南大学有两篇这样子。但是他们这写论文的哦，可是在写论文的时候，我们都要看那个啊。那个用那种 LaTeX 的模板，但是好像都没有文法上还有社会科学的这种模板这样，那就是想说做一个这样，但是之前会改别人的那个模板，对，但是实在不好改，然后到成功大学他们有出一个模板就比较好改，对，那现在大部分都改的差不多，但就是剩下那个章节啊，他目前他是用那种英文的那种表示方式啊。啊，像我们是用第一章，然后第一节这样。那这一段他的写法比较不好改的，也是想说这个是今天想来说跟大家讨论一下，没有写这个的。好，对，这就是对，然后对目前用LaTeX 写论文的大部分都是理工科的，那非理工科的呢？哦，大。他们还是用传统的 Word 的这样，哎，对啊，甚至在介绍论文格式的时候，也会直接以那个 Word 来做论文的格式这样。好，开一分钟。好，是好。所以，然后因为我今天要来请他帮忙盖那第一件事情，第二件事情就是填问卷，然后第三件事情。就是要把问卷的那个统计图啊，因为现在比较囧的是说 Google 的问卷的回应它会变统计图啊，但是我不会另不知道怎么另存图档这样贴在论文上。好，对，这是最后的论文。那我在HackPay上面有我写一个这个HackPay